骆驼因为有许多特殊的生理构造和机能，使得它能适应干燥的荒漠。骆驼的驼峰能储存脂肪，在缺乏食物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吃不喝，也能靠着驼峰中的脂肪继续生活。骆驼的眼睛有超长的睫毛，可以保护眼睛不受强光照射，还可以防止沙子进入哦。骆驼的鼻孔啊，可以自由的开关，可以防风沙呢。背上的毛有保护皮肤免受强烈阳光照射的功能。骆驼还有又厚又宽的脚底肉垫，不但能抵挡沙子的热度，也可以避免脚掌陷入沙中哦。有了这些特点，使得骆驼在沙漠恶劣的气候下不但能正常的生活，还能帮助人们运送物资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沙漠之舟。